这个入选了世界明星队。看到米福德在2013年澳洲职棒联盟上半季的一个表现，有一场先发1胜1败，投手自责分率1.32，总共投了13又3/2局的一个投球。他在今年澳洲职棒的一个初登板是11月15号，一局解决掉3名打者。米福德在今年澳洲职棒像陈米斯一样，都是效力于阿德雷德鲨鱼队。在比赛之前，米福德有两个中继点，接球提前落地，一好一坏。当然，对于米福德来说，他现在是要寻求明年2014年赛季能够回到美国职棒大联盟。在年底正在进行的澳洲职棒赛季，是他来进行调整的一个地方。国内球迷比较记得尼福德的，应该除了过去中华职棒时期之外，就是2009、2010年过那两个赛季，尼福德效力鼎鼎于老虎队。那个时候，尼福德也算是老虎牛棚阵中啊，相当吃重的一个角色。有时候常常是上来担任一人投手。虽然他的球速不快，但是尼福德左投有左投的一个优势。这球被打出去，够高，但是不够深远。卡利亚被二垒手 John Birdie 给接杀出局，尼福德解决了第一名他面对的澳洲队打者。接下来，澳洲国家队打击要轮到了 Josh Davis。今年赛季是属于墨尔本王牌队。比赛的第一球就是一个内角净身球。连续两球其实都是坏球，不过第二球引诱了 Davis 的出棒。44岁，他也在牛棚待命。第九局，看看会不会由另外一名亚洲投手具台成来上来投球。球数是米福德领先，面对 Josh Davis， 这球让他回到牛棚三振出局。米福德投出了漂亮的三振，在这一场澳洲职棒2013年的明星赛第八局上来，那就滑球，幅度好大。顺利的解决，看看这个半局尼福德有没有机会让澳洲队三上三下。接下来要面对的是 Corey Anderson， 今天澳洲队的先发中外野手。这球看起来应该是有看好球队的空间，不过大概主审 Bill Mark 现在觉得就太低了。 Corey Anderson 在博斯热火队今年赛季还没有打出过任何的全垒打，打点也只有3分而已。这球不管有个出棒过半啊，主审已经直接判好球。好球吧，看起来也是在好球带的边边角角。球速也好两坏，场上投球的是来自台湾的尼福德。
球，让 Anderson 回防落空，两好两坏。这球也是面对左打者的一个滑球。界外。哦，一定要这么紧张吗？三上三下。